夏天不做，下雨肯定不做，心情不好也不做，家里面有事也不做。你相信我说的话。哎，卖完了，九点钟完了就完了，多少年也是这样。想来吃，起个早窗吧。哎呦，真的好吃喂！烤火都不够卖。八几年就在沙家条做，从没用过牌子。那您的这个眼睛是怎么回事啊？眼睛那个事情，我们就免谈好不好？五个人随便，就算随便一抓，最起码的就是四两，没那种面饼根本都吃不饱，反正让顾客吃的算了。身上下什么？少下一口啊！市面上这个价，少挣一点，让点利给顾客，那个买卖就做成了吧。来，兄弟了，十块少。出门想搞点饭吃很难的，那个穷的送一碗他吃。有些那个网红店搞红了，涨价涨价涨价。正常的，现在。真的卖十八块，瞎卖，瞎搞，是吧？你给一点负担吧。像你们这刚刚从大学毕业的，想吃不起，还算经济账，知不知道？像你们大学毕业的，那你这四块钱想吃就可以吃，是吧？对，想吃那肯定的是。像我们这做小买卖的，尽量的让顾客任何人都吃得起。顾客操就了，这小做小买卖的人有饭吃。有一些店说只卖老板吃，不卖上班族。那、放他妈的屁，那是放屁！你知道谁有钱谁没钱的？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黄皮肤中国人，都吃得起。你说的就够了，有钱跟无钱一样的，做了个牛杂的。上百万上千万的人在他那里吃，放他的妈的屁，狗屁，你说的知道的，那个老家伙身上的妈差乎做任何买卖也不拿交朋友，他任何人都能吃的舒服，他妈像水的滑，翻不翻中，兄弟们不要拿家兄弟，就我们这做小买卖的一定不能瞎搞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吃，还让你们舒服。